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救，不过要用镜去换。你看看，救治不得，留下来的人才是最痛苦的。你身上有我，我抓来看看。我的味觉、嗅觉、触觉慢慢都没了，感觉不到痛。你是我的师兄，别让我这一回吧。忙你们的去吧，不要耽误了香姑娘的吉时。主人，周大伯，是曹大哥想的，子舒哥。都快出嫁了还这么调皮。这红线世间只此一对，是受过祝祷的有灵绳。据说啊，有情人一朝系上，生生世世总能相见。来，我来替你系上吧。我要，你给我系上吧。我可以让他们进来观礼吗？我曾经发过誓，我这一辈子绝不会有片刻做出辜负阿香的事。阿香，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，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，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。阿香，我杀了他，暂下受人之托，来送你一程。你给我杀了他！哥，我还是下去。我四季深处的人也感动。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，你把身上的钉子都取出来了，我必须恢复十成功力才能替他报仇。还有谁？我们走得太匆忙，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。原来我哭的钥匙一直在枕头上。来不及，等不及。温客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答应过你，温客行要把周子舒救回来。兄台怎么称呼？叶白衣。我叶某一生不负于人，一起来，我这就将六合神功传给你。阿旭，是知己真情故我，非血肉之躯所能长寿。必须有人甘愿牺牲作为主人，炼化真气后凡输给炼化者，才能过而后悔，天赋生死循环，自然就往经脉前走，以爱走。我其实要的是想毁了这世界，也想毁了我自己。幸好遇见了你，我想世上的人一切都不能相信。你快回去看看好不好？好，我陪你。不过是，他是在晒晒太阳吧？晒太阳。